上上该缺就是男朋友。对，我了解。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你啦。是，你这男朋友吼，伊拢未计较，是查甫唔未计较。真是的哦。嗯，未计较对方生质安怎，未计较对方体格安怎 ，OK。无计较的我不会啦。人伊人身材遐好，无计较。就是跳讲跳讲讲，生做安尼要红计较的呢。伊未伊未计较看，嘿。哦，啊，但是你若讲用手去感受，伊就会计较。啊，你免惊嘛，看下你免惊，因为是消防旗啊。嘿，喂，来，我们再欢迎消防旗。是另外一款的故乡的感觉，哇！何黄旗唱起来呢，大家一定拢想着家己的故乡。是是是，我拄下出去敲电话给阮母啊。哎呦，哦，阮母也真欢喜。是是，你来向阳敲电话回来啦。嘿，我讲哦，这是访问黄旗啦。是。哎呦，哎，向阳啊，唱好阮的故乡，我去想着你。哎呀，小黄旗哦，你敢讲我做介意的？你应该想的是妈妈，请你唔通听，妈妈请你也保重啊，对不？不是不是，我唔是好样个歹囝。嘿嘿嘿。